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咱们今天过来，我觉得山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咱们是不是来早了？咱潮退差不多了，咱们开始行动。刚才少不了这个帽啊，咱们这个帽反光效果是特别好。先抓一个你。这个东西一般还不乱跑的。咱们要顺着这个岸边一直往里走，这一般这儿都有很多货。水是挺冷的，工具必须得带着，咱们的冲网铲啊，啥地方都能用上的。两个，咱们就顺着这个边儿，草一般特别多的。你这水量太深了，咱就在边上找了。大家伙吧，好渴！这一般都在这种沙里面钻的。别在水里找，多了。天哪，十几个了。这一个，试试。哥，服了你这运气。天哪，都不小。走了走了，这个啊不用挖。妈呀，哎，帽贝壳，这光僵了。动个玩意儿，哎，就在这种河道边可能才有这个。看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海老鼠，给它霍霍了。这是铲子挖太完了，现在挖出海老鼠了。冬天就挖这个啊，反正今天弄这个有大有小，不像前段时间弄的那么大。这个皮挺硬的，这个壳挺硬的，但挺好吃呀。好好，咱们准备撤。喜欢二哥视频，持续关注二哥。